果对蜂毒有过敏，对，不能，可能就会致命。我起码北竹刚才那好像在那个少林寺哦，而且、欸、等一下，我现在两箱，我们要挑二十箱，你不要在那个三个人，我说一个人至少要三趟呢。这里嘛哈、嗯，对，这样切没错，把它切掉，嘿，对，我这个刀感觉好像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你家那地，啊啊啊，不要浪费啊，你取来夹，你取来夹。喂。你是不是切到里面去了？他切太里面了。你切到里面去了，不要。哎，这个我会浪费掉。哎，我真的不会切这个，我比较会切菜。这样，这个真的要哦，管绣浴膏用绣球花，哦，超漂亮。哎，这满山满谷都有。哎，不是，我以为小小包40公斤。40。天哪，你来看一下。哎，富哥，没事，来了，富哥。我 OK， 我没事，我在这边可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只要这样。哎，龟缸回来，看到没有？不是，好，我现在去花全腿。今天厉害了哦！哎，我以为你会讲一点古装的词，哦，原来在这边是。好，那再一个。哦，这个不是这。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断肠人在天涯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嗨，今天厉害了。欸、我想问这个，嗯，对，台北难得有一个这样的地方。通常我以前是八点档才来到这里。你还这么悠闲哦？今天有人约战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约战吗？对啊，约在这里要。今天要来这边 battle 哎、欸。今天挖呀挖呀，为了应付不要挖了，为了应付这场战争，我们邀请了一个算是外景界的活化石来到现场。哎呦，这么硬的战争要邀请到他，邀请到一个鼻祖。他在出外景的时候，我还在妈妈十块。哦，他在出外景的时候，我跟桌子差不多一般高。先邀请他出来，来来来，好不好？哎，掌声欢迎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又来又来，什么活化石啊？我鸭嘴兽是不是？几岁就出外景了？没有那么夸张啦，你们讲的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那个代吧？这是林峰，对对对，可以。中国大江南北啊，今天只有台北最美。今天要靠他了，哎，靠他了，因为有人要来 battle 了。有这么硬吗？对啦，有你们两个在，可以哈。不是啦，是有你在。对，我年纪有点大。今天会硬了，硬了，硬了，比较硬哦。来哦，来哦，来来来来来，进来要 battle 的进来一下。来了，不怕死。OK。哎呦！你们两个现在是爱盲协会的，不是，因为黑眼圈比较重。早上起来的时候累爆，遮一下我们的那个肿眼圈。对啦，今天不是在约战呐，今天是在合体。对，哎，我们一年一度，你们来讲合体。我们前几天收到通知，哎，小心他们要来约战了。哎，因为我们要先放下你们的戒心。什么戒心？所以我们再拿出来这个厉害的东西，拿出来就直接看到。基本就是这样的，有没有？听说他们都对外放话说我们是很会打工的，打工仔，对，超级打工仔。对，所以要我们准备了一下，我们这一年觉得几间不错的。蛮难的，对，有挑战，有难度的。这是你们要打还是我们要打？给你们的，我们要交给你们，给我们要打的。对，蜂农，对，因为之前我富哥，蜂农有难度吗？蜂农有什么难度的？养蜂我也是，就是拿起来抖一抖，抖一抖，蜂农也喷一喷，喷一喷出来，蜜拿出来。你有被叮过吗？你有被蛰过吗？哦，我被叮过一针这里，我大概叮过四五次，一针这里，那没有肿起来吗？没有吗？没有。我去年那个被叮了一根肿成两根大，那你那个体质有那个真的算是那是过敏很毒的啦。人家说如果被蜜蜂叮完一整年，其实那个抵抗力又变了。哎，但是我朋友是被虎头蜂叮到，我才发现他还活的吗？我才发现梁朝伟那是他叮到嘴巴，后来他就这样。老蜂，哎，会，那不是虎头蜂啊，他真的那个都不算什么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对，他姐姐不知道被什么叮到，然后整个肚子都肿，一肿就被他老公叮到了。哎。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毒液还含有基因呢。哎呦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其实有点危险性，很适合不会啦，是有危险，我觉得是有挑战性，要看作息的人，过敏体质。而且你们这边还有布哥，不担心吗？对啊，我们不是一起吗？没有，这是我们，这是他们做，他们准备给我们把任务交给你们之后，我们拍拍屁股就对，标准，这哪门子的挑战？什么挑战？哎，还有做田的人。还有做田心，做田可以，先不透了，卖个关子。芋头田啊，这个季节跳芋嘛，对不对？
那边我们有去过，但可能不是那边。不是，对对对，类似了。跳鱼他也知道，那行跳蛙。还有什么？哎，无菜单料理，新网的啦，星级越来越低了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比较难。前面这边还是要有那个。我还以为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，这样应该可以去盖房的嘛。可以，那就不是做田的人，做工够盖个透天厝都没问题，打季后赛的，可以 OK 的，对啊，对了，还好还可以，都在新北啦，所以也不会太全力以赴，对我们蛮好的，真的啊，在新北地点都帮你们挑好了，我们接受挑战，可以，想打工仔啊 ，OK 了，好吧，没问题，好，就各自再开，出发，来 ，Go， 拍拍屁股就走人，糊弄，啊，辛苦了哈，这边一点兄弟要给。豆辉兄弟一些小小的建议，对了，提示了哈。其中最危险的啦，是我个人是受害者，真的，就是在那个蜜蜂园里面。那大哥很热情，但是我上次盯了，真的这个节目一个大概有三个大，对，整个那一根整个都肿起来，就这根嘛。但那时候就电影票房就一飞冲天，真的。对，所以要不要再先不要？因为那个真的很痛苦。对，这个要小心啊。但是。豆哥应该没有问题，反而是辉哥，不要嬉笑怒骂，真的好吗？一定要很认真的面对。我们那时候就太大意了，不小心大意了，一时没闪就被叮到了。真的要收起你的微笑，对，不然蜜蜂会找上你。好。先直接就来个十颗星，可以吗？直捣黄龙了，哎，我直先打大魔王，怕被咬，他们说会被咬，不会啦。我跟你讲，小豆被叮过，我也被叮过，我没有啊，你没有，就是你了，就是没有的会怕啊，就在今天，就是今天，你爱底下的，我爱处理。哎，嘿，你好，问老板就知道，来，被那个蜜蜂咬到可以治病吗？如果对蜂毒有过敏，对，一针可能就会休克致命。哎呦，哎，对，一针入魂呐。那我怎么知道我对他有过敏？我们先让你，对，我们先让你知道一下，我们两个都被叮过，我们俩被叮过，他没有被叮过。但没有叮过其实还好，因为我们普通的小蜜蜂有别于虎头蜂，蜜蜂它的毒性的剂量没有那么强，一般对蜜蜂过敏的非常的少。啊，虎头蜂就不一样，虎头蜂它剂量比较强。我们今天是什么蜂？我们普通的是一般的小蜜蜂，我们这个是意大利黄金蜂。看意大利蜂，意大利，意大利蜂，意大利蜂。那我就放心。蜜量，小只的嘛。对，小只的。可是小只的如果围攻的话也很可怕，对不？你会被围攻？不好说啊。你是觉得你自己费洛蒙多强？我甜的跟蜜一样，我甜的跟蜜一样。我就知道他要讲这个。哎，世界上有一句话讲啊，就是当世界上没有蜜蜂的存在啊，基本上毁灭了。哎，对对，小蜜蜂啊，它一趟出去可以帮800朵花到1200朵花授粉。对，如果少了小蜜蜂，我们可以吃的食物至少会少1/3以上。这么重要？哎，对对，它就跟蜜蜂很重要，底层的功能是一样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任何环节都不能错过。小蚂蚁啊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刚刚有讲到，因为。他今天有聊到说，他上次被蜜蜂叮了之后，老花眼好了，有这种可能性吗？我是被叮到耳朵，搞不好刚好叮到眼睛的神经。那个没有那么厉害的，真的。哎，但是我这个倒是有一个疑问，因为我以前也是被叮耳朵，对，他们特别喜欢叮耳朵，是不是？蜜蜂它有一个习性，它会先攻击我们头部，它尤其我们头发这边比较多，它更容易攀附，容易叮我们。不用躲了啦，不用躲，不躲毒掉的啦。我跟你讲，像他这样戴个帽子是比较安全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嗨。哎，现在被蜂叮到是一种荣耀，表示你有在跑乡间野外。哎，对，等下你要指导我们一下，怎么样比较不会被叮？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现在久了还是退怕，不想被叮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来要挑战什么？像我们养蜂人最主要就是采蜜，采蜜。那我们养蜂人不是一年四季都在这边，我们是哪边有花就把蜜蜂在哪边去排跑，就过了竹化区的生活，所以我们要搬蜜蜂。搬蜜蜂啊？对，要搬蜜蜂。在我们采蜜前。我们也怕蜜蜂叮，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个烟壶，我们要劈柴生火，生火起烟，让蜜蜂比较不会叮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有三个，一个是劈柴，搬风箱，还有采蜜。OK， 听起来。采蜜采多少？我们采蜜，我们今天采1箱。一箱。搬蜜蜂，我们要搬20箱。搬蜜蜂，我们要搬20箱。哦，哎。然后我们劈柴的话，我们要劈一定的数量，我们才够生火。
搬蜂箱是最容易被叮的吧？因为你要把它搬着走。其实搬蜂箱不容易被叮，因为我们在移动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它的出入口给关起来。对，然后关起来之后，我们再搬，其实不太会被叮。你要确定呢？哎，确定。你要关好呢？哎，等一下搬的时候是你要把它关好，你如果没有关好，是你会。是我要关啊！哎，我们是三个人要一起做还是分开做？一起做啊！二十箱蜂箱对了，好了，采蜜一个人采不起来，一定要一起采才做得起来。一个人不能采啊，一个很难。哎，老板有说哈，来，要不要先喝一下蜂蜜？哎呦，我已经有了，先喝一下，先来，可以先喝，可以，先林姐，林姐，喝哦，体验不同地区采收的蜂蜜，这两个不一样，哎，看起来就很不一样，这个是柠檬蜂蜜，嘿，啊，这个应该冬瓜。冬瓜，因为颜色有没有有差？有加糖吗？去冰是。但我们养蜂人，我们主要采收都是龙眼蜜。哦。其实蜂蜜有很多种，很多种味道。像另外一个，我们加柠檬，就是我们北部采收百花蜜。百花。因为北部这边没有大面积的果园，花种比较多样性，所以采起来花蜜，我们把它称之为百花蜜。百花蜜。百花先来一下。百花。那为什么大家大部分都要收龙眼的？为什么？以往龙眼蜜它开花时间可以长达到快一个月的时间，而且它开采蜜的量。比较多，来龙眼的蜜比较多，龙眼蜜的量比较多，哎、哦，产量高。来百花，百花，百花，百花。它再来，它口感比较香，消费者也比较喜欢接受它的味道。可是百花其实百花比较特殊，味道是喝起来是很清香的。嗯，前方，蛮香的、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蜜蜂采蜜飞行的距离可以飞多远？我们小蜜蜂采蜜的距离大概可以飞3到7公里。那我们要翻7公里。不用！哇塞！不用到七公里。要搬上车，车子再开超过7公里以上。对了，你如果没有移超过7公里以上，蜜蜂还会飞回原本的地方。对，哎，就是认那个贝洛蒙，荷尔蒙的味道。那这里算是总部吧？我们这边算是那个新兵训练中心。哦，训练蜜蜂。对对对，哎，我是专门训练新兵的。采蜜的时候蜂王会折损，我们就留几箱比较好的品种，我们在这边培育新的蜂王。哦，蜂王会挂掉？会。那会不会有两个蜂王在打架？会不会？哎，会。会抢？会。会抢地盘？哦。要把它分开吗？对。嗯。这个是龙眼的。哦，这个味道就更重了。它比较浓哈。嗯，比较浓。我喜欢这个。我也喜欢这个。我比较喜欢这种。哦，这个好喝，这比较习惯。我市面上喝到是这个，对，嗨，都是这。市面上喝的是这种，因为它味道比较重。那我们台湾人喜欢味道比较重的，所以以往我们常喝的都是龙眼蜜。喝完了要去工作，对啊。哎，走，都已经喝到了，从哪一个开始？对，不是，我先走，先走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要采蜜前，我们要先准备要生腌，所以我们要从劈柴开始。劈柴，劈了，来，劈起来，出发，劈。劈起来，小木块、啊。哎呦，哎，对，哎，这个劈起来会不会太简单了、啊？怎么劈？对啊，小小木，我以为是五花叉，天公不整枝的这样子。不用，不用那么大块。嘿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台风吹倒的话，我们就地取材，我们家附近的柚子树啊，或者一些杂木。柚木。不限特定的品种的，没有，我们只是要让木头闷烧产生烟而已，随便的木头都可以。哦、都可以、哦。那我们要劈的话，我们示范一下，要把它劈小块一点。我们像柴刀不要这样子，很大量劈下去，这样比较危险。我们稍微劈一点点，然后，我先让它夹里皮再打开，对，然后之后再把它劈小块，先吃进去，要这么小，嘿，要劈到这么小块啊，这样子生火才比较好生啊，哦，来试试看，我们要劈，先让它吃进去，安呢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可以，这个大小，免那别亏。我想说来条，哎、欸，可以大力一点。你想我多无啦？不是我，假崩无啦、哦，有皮啦。哎、欸，对，安尼。哎、欸，对，小块一点，然后再小块一点。安尼，哎、欸，好像有那个感觉咯，好像有那个感觉，要很小块是不是？可以要小块一点，刚才比较好闷烧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蜜蜂会怕烟呢、啊？它烟熏到的话，它会往下跑去保护它的幼虫跟食物，它不会生气吗？它就不会飞起来叮我们。哦。但是你太多烟去熏它，它反而也会受到惊吓，它也容易会叮人。哦。所以要刚刚好。刚刚好就好了。开。好来，放我。啊，恁敢无电动的哦？没有，你迄机器甲这就这茶去，安尼剁到腰就酸的，你知无？
目前好像还没遇到。哎，对啊，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是五颗星呢、啊？可能是蜜蜂那边很可怕吧，不知道了。因为我说实在，我对蜜蜂，我觉得我真觉得还好。哎、啊欸，你们两个老江湖，像我就有一点担心。我跟你讲，蜜蜂会感觉得到，如果你越害怕，它就越来盯你。真的，你要提起你的勇气。那不就跟骑马一样？我讲的有没有错？对。哎、欸，不要，不要吓它。完了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先来搬一下风箱。好啊，好啊，哎，走，搬风箱了吧？对，那个要带去，因为等一下要生火。好，来来来，没事没事，走，好，行行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生火生火 ，Let's go go go。哎，三哥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，来，怎么做？现在这个哦，等一下我们就来生烟壶。好，哎 ，Go， 等我一下哦。哎，误解了，误解了。刚才生仙女棒哎，嗯，然后好之后把我们的火放到那个烟壶里面，然后之后再拿一些比较小的木头屑放进去，拿细一点的放进去，放进去，然后拿小小根的哦，不行，碎碎的平安，连我都想走了。这个不要说蜜蜂啦，那我都不行了。哦，这什么烟哦？狼，哇塞，哦，哎，他们说的辛苦是不是这一段啊？这有辛苦，真的好辛苦哦，待不住，要把它升起来，不然等下如果没有烟。我们家就容易会被蜜蜂叮。我这样有火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要再按一下。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下风处？你看我这边就比较好一点。这样有吗？这个有了啊，这个要再按更多一下，赶快一点。你怎么看它有了？啊，烟会比较多啊，比较浓。哦，对。除了这一招没有别招吗？他们只怕烟吗？哦，烟比较好用啊。哦哦。我们不只要起烟壶，我们还要拿扁担，我们才可以搬蜜蜂啊。我们搬风箱不是一箱一箱搬，这个，啊，用挑的方式，哎，他一次挑几箱？挑两箱，来，两铁几桌。减压款的，减压款的，没人喝到。出去外景，出去玩啦。哎呀，等下我们就往这边走，走走走，出发出发出发，加油！哎，这边这边。来，我们来这边，我们要跳蜜蜂在这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整排的。哎、欸，这里有几箱？我们这边差不多40几箱，那我们要挑20几箱走。好、啊，要先把它关起来没？然后我们要挑蜜蜂的时候，我们要稍微看一下，因为蜜蜂的箱子我们都是木头的，所以有时候放在外面，有些箱子可能会破掉。嗯，所以像这种破掉旧箱子，我们千万就不要去挑它。我那意思，你示范一次给我们看看。你搞装去。有。喷哪个位置吗？有，你现在再把它关起来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们风箱前面都会有出入口。我看看，来，布哥，啊、你那里好危险，你转头看一下。你没看，我现在都尽量不动，不讲话。玩起来，我来救你。不是你喷它，它也会生气哦。我觉得我们这个要合作，这要合作，要合作。一个人哦，一个人做可能没有办法。然后好了之后，我们就要来用挑的把蜜蜂给搬走。我再挑了，来站中间。很厉害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夹子。来蹲下来一点，我快蹲下，把它扣到这个箱子上面。哦，你这个都设计过了呢。对，啊，过来的，手要抓这边，过来的，然后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然后去哪里？我们这样就可以挑，就可以搬到车上，会痛呢，还好啦，很痛，几公斤啊？你那个减压的，我跟你换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但其实腰改掉挺直，比较不会痛。哎、欸，这要打直啊、哦，不然腰会受伤哦。对，啊，我今晚没去抖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挑上我们的车子。车子好浓，走前面那个货车上。对，这么远哦、喔。把车开到这边来啊。他这一关是五颗星呢。再来下一个，是要拿减压板的。来来来，来了。啊，你们就这样从小到大就这样弄哦、喔？因为要压榨儿子啊。喂，我的位置对吗？可以。我可以，手要抓这个铁环，抓铁环这样子，抓着，对，这样子才比较不会摇晃。一、二、三，蹲下，休息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还要赶紧直，来，要赶紧直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这风向刚好，我这烟灰一直跟着你走。你去扛啊，赶快抬起。好，那你们这个几代了？我们站在土地住了6代，
那以前你都要用扁担啊，比如说挑稻米啊，挑茶叶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不能用扁担，你可以用海绵还是什么的，让它不会这么痛，你知道？我今晚美术刚才好像在那个少林寺哦，而且等下，我现在两箱，我们要挑二十箱，三个人，我说一个人至少要三趟呢。对啊，我们今天在做的时候，一个人要顶60箱。你说这样子60箱？对，一个人在做的时候，一个人要顶60箱。不是的，这个其实不是重，是痛，是。你这扁担不行了，我花钱，你换一个比较软的。后来，哇塞，哇塞，哎，好像真的就只能人工哈。对啊，因为刚好在搬的时候，我们的脚就当作是cushion一样，让蜜蜂可以减震，它减少晃动，蜜蜂在搬圈的过程中也比较不会折损。哇，流汗了。还不是跑，赶快跑！哇，你要别摔坏了，全部飞出来了。哦，很滑。哦，这搬风箱要是一个不小心摔下去破掉，不就风全部飞出来了？对，我们在搬的时候也有不小心摔过。真的假的？对，真的。哦，哇，哦，那个没有减压不行呐。其实差不多啦。等一下，很痛啊！我跟你讲。我觉得我开始感受到他5颗星的感觉了。哎，对啊，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是5颗星呢？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是5颗星呢？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是5颗星呢？你是膝盖受伤？对，我是肩膀那个太痛啊。然后要跳上车，要走，我们要走上车哦。走上车，撑得住我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再加上蜜蜂160公斤的都走了上去了。哎呦，这会抖。确定哈？可以，吓死我！哎呦，受伤！等，啊，放着就好了，放着就好。会，要赶要挺直一点，比较不会受伤。会，来，哇！有减压的那个。还有这5箱可以。哦，一个人要搬3趟哦，才会20箱哦。所以减压那个人要搬4趟，因为减压的比较轻松。是这样算的。对，我算好了，不然我搬4趟，你减压给我。来啊，交换啊。这真的很痛。雨滴卡薄吧？丢，你要有肉，你要有肉，刚好垫在那边吗？嘿啦，你看，一件海绵，有无？哎，他们上一次是只有他们2个自己搬吗？还是工作人员有帮忙？他们没有搬。他们没有搬。他没有搬，叫我们来搬。他没有搬，要叫我们来搬。我们上次来的季节不一样，上次的季节我们是刚好我们在这边照顾蜜蜂，我们准备要去南部采蜜。来的时候我们是拌我们的蜂粮给他们吃，就喂他们吃而已。吃蜂粮，嘿，这么轻松，所以我们比他们哈口啊。你在笑咩？走了，我来帮你们喷烟呐。腰也很酸呢，我来，天哪，你不紧起来，你们不下来，我怎么上？你上，你上，你起来，我给你接啦，天哪，来个亏嘞，Oh my God！ 你这根有比较痛吗？一样痛。那就是我身体有问题。哇，多的一箱我帮你们挑上来。为什么人那么好？谢谢啦，谢谢。你这样我们才公平，你知道吗？公平。因为638嘛，你这个弄一个20的。说有减震带减压的那个，要再去担2个。老板佛心。所以我们现在怎样采蜜了嘛？要来采蜜了。我们采蜜也要挑哦。因为我们要把蜂巢挑回来我们摇蜜的地方。你要做的是要看蜜蜂的心情。你要去跳，我在这边等你。我要跳回来啊！对啊，加油嘿！你先去帮他保护一下嘛，好，我们帮他烟熏烟下了，就专门一的脸。还好啦，一旦而已啦。我觉得你要不要感受一下，不要穿到被叮看看。我丢搞哟！你没有被叮过，你要被叮看看。
上次那个王传就被叮了，按、啊、你们今天也可以体验一个人被叮叮看。哦哦，掉天啊！对，我真的被叮了，我真的被叮了。你看了、啊，看看看，这是针嘛？对，哇。他怎么傻？你那也太拱我跟你讲、啊，挑战一下。跑外景的不能没被叮过。对啊，你没有被蜜蜂叮过，你敢出去跟人家讲说，我曾经在外景？你们这种、啊 你们这种这样子绕的、哦、如果是我是新人的话，应该会被洗。我都已经四十几岁了，你们要不是你这样太绕亏了啦，真的啦。不然这样子啦，我们都不要穿，来，走，就不要穿，好不好？欸、这样子是怎样？就不要穿了啦。哎、欸，上次点歌他们也没有穿。哎、欸。陈汉典没有穿，原来有要关键词啊！输给谁都可以，不能输给谐星。不是，外景人哦，不能一代不如一代，至少戴个帽子。哎，真的要这样子拼是不是？对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哎，扁担扁担，来，那这个给我，你的专属哦。哎，可是你把他的蜜拿走，他就会恭喜你啦。动作要那个轻，速度要快，所以他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就把他夹给你换掉了。好可怕哦！来，啊，我们要采的蜜蜂就这一箱。好，怎么做？我们就基本上先把蜂箱打开。哇，好多、哦！好多、哦！哎、欸，你这样子对着它熏，它不会生气。然后你看，你稍微熏一下，它会往下跑。这个吗？我们先把它给撬开一点。嗯、我先帮你夹着。好。对，用手下去，然后把它刷下去。你安尼伊袂生气？没啦。你这样刷我，我就顶你。你太大力了啦！我要保护耳朵，快速抖抖了哈。对，我们帮你弄好了。好，用手指画。上下上下上下，再用力一点没关系。用力一点。来，帮刷，刷到箱底面。呼呼，刷到箱底面。呼呼，刷到箱底面。呼呼，这样刷吗？哦，差一点叮到。哎、欸，他不下去。好，你个加载，动作要快一点。稍等，我把刷下来。好。不是的，你刷干净一点，我等一下要搬它了。好的，我哥要试看看吗？要，每个人都要尝试看看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不是说好我搬而已吗？哦，你讲安尼安尼啊，对，安尼你上下，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。你这样没有抖干净啊！这，不要滚，不要。你比汉典还弱哎、欸。这姚明怎么弄？等一下哈、哦，脱水的方式像脱水机一样，把蜂蜜给甩出来。甩出来，可以这样哦。然后像这个就是成熟的蜂干蜜，我们要把它给切开。哦哦，不要掉，不要掉。可以这样吃、哦，可以直接吃啊。上面哎、欸，辣也可以吃，可以。来，我没有吃过这个。可它不能消化，我们就像吃它，就像吃甘蔗一样，吃一吃再把渣渣给吐掉就好。嗯、好浓哦。吃大块一点、哦，可以大块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有够好吃。然后我们就要把这封盖的蜡把它切开来，我们才可以甩得出来。那个蜡很像软糖哎，好好吃哦。对啊，所以你刚刚还不吃下去吗？吞下去胃没办法消化，到时候过两天又会见到它而已。它那个蜡是什么呀？就是像我们一般，比如说在做一些膏啊什么，口红啊、唇膏啊、唇膏那种，就是这个东西做的。那像我们这样把它切开之后，就放在我们的那个摇蜜机里面。好吃呢，好好吃哦。然后再切一片用。虎口把这边给托住，然后把它稳，放在上面，然后再慢慢切。好，听到不？虎口托住，哦，也不好切。哦，这块好饱满。你这个切太里面了。哎，小心，这会掉。哎，这要小心，这要小心。知道这个新鲜的感觉真的很棒。对啊，很好吃哎。只有你们可以知道，观众都吃不到。所以我们养蜂人是一个很甜蜜的职业。嗯。这里嘛哈，对，这样切没错，把它切掉，哎，对，我这个包感觉它真的很厉害，加点底，好，不要浪费，啊，你取来夹，喂，你加点底啊，那我们羊行不？这没有那么好切哈，对，不好切，这不好切，你这个手指头这边一直滴，没有，我手压到，对我行好多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摇蜜机里面，就直接放下去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放下去就好，它会卡住，这放两片而已嘛，放两片，哦，哎，你这整只手都是蜜耶。我现在好想去舔你的手啊！好了之后，我们就这样子用转的，那蜂蜜就甩出来了。哦，出来了，旁边都是啊。对啊，然后之后再把这个槽片，再插回去，放回去啊。等一下，我还要再把这个槽片拿回蜂箱里面放。很重，那就是满满的蜂蜜。难怪他刚刚在那边说这么难，因为它蜂蜜本身就很黏啊，有点像锯东西一样，蜡都粘在上面。哇，
这个太难了吧？对啊，而且你要平平的。啊，我，你是不是切到里面去了？哎、欸，他切太里面了。你切到里面去了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这个我会浪费掉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不会切这个。这颜色怎么那么深？我比较会切菜，但这个真的要习惯了。你这一片好浓、哦，小心、哦，切上去的时候小心，因为比较安全。没来，你这个好难哦。然后拿个画面，哇，手快抽筋嘞。它很重啊。重啊你来拿这么大袋给我啦！我不知道拿起来就这袋啊。哦。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、欸。我刚跟三哥他在聊天哦、喔，他说在这里是你是第几代？我们在居住号第六代，第六代，六代了，六代都在这边务农种树什么的、啊，全部都自己的。对，哇，哎、欸，这种生活最好了，还好啦，录的很漂亮、欸，你这样看下去，哎、欸，舒服。等下我们要先吃的话，要吃我们的烤鸡，要啦、欸、手扒鸡。那这个鸡肉的话，我们外面是涂蜂蜜下去烤，哎、欸，啊，里面有塞那个洋葱跟蒜头，我跟你讲。鸡胸肉，打开鸡胸肉，哎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两个腿，就哎，按那个，这个做蜂蜜烤鸡的流程是什么？先直接把蜂蜜涂在外面吗？因为我们的特制酱料腌制，对，腌制完，然后我们再刷蜂蜜下去烤。哦，啊，因为我们用的火不是很大火去烤，所以它皮不会特别脆，所以皮吃起来是比较 Q 的。好棒！然后这个呢？这个是我们比较特别，我们在烤鸡的时候底下放一些南瓜、芋头、芒果去烤。对，然后再让烤鸡它的鸡精滴到那个料里面，然后再把那个料汁直接滴下去。这是面吗？半官庙面，鸡油面。哇，高级上档次！你准备吃啥弄的？碎片。哎，好吃哎！它那个皮哦，很 Q， 非常 Q。我试一下。哦，吃鸡力不厉害，从鸡胸。哦，好入味哦，好好吃哦。因为我们是用木炭的火去慢慢烤的，嗯，哎，所以它不会口感比较不一样。嗯。你的皮是弹的，对啊，它不是脆皮那种，它很 Q， 它充满油脂，嗯，哦，而且很香。所以剥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油还在它上面，哎，还有鸡肉，入口即化，到嘴巴很痛，就抽了起来。你吃起来也鸡汁面，透，就好胖哎啦，我这个鸡汁就扯不完了。这个实在是，这什么？不太夸张了吧？还有培根肉，那个生菜要有，嘿，生菜，生菜会吸那个鸡汁，好香，哎。它有一点欧洲菜的 feel 哎，好好吃哦！哎，我来到山上都吃得到这些东西吗？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哦，随时都有。可是要事先跟我们讲，有跟我们讲，我们才会做准备。还有一整桶的蜂蜜是要我们怎么样？我们等一下就是直接看你们要喝生蜜，还是要加点兑水来喝？嘿，喝生蜜会怎样？你喝生蜜喝多的话吼，有时候有些人体质比较特殊，他可能会胃里面会让它发酵，会有那种一点喝酒醉的感觉。那我就喝生蜜。可是你如果单单喝生蜜，它的口感是很特别的。它像我们这种百花蜜，它有时候喝起来会有点乌梅汁的口感。你这几片而已，就这么多了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哦，哎，太浓了吧，超浓的啊！刚刚吃那个，怎么会甜到说不出话？太甜了哎！加点水，不行不行，要加水，这太甜了。放点柠檬下去，让它柠檬产生水，然后再喝。搅拌一下，试一下，然后再加水。对，哦，我也要一个柠檬。自己种的柠檬，我觉得汉典他们介绍这一关不错哎，很厉害，这一关真的厉害哎。虽然刚刚辛苦归辛苦，但是现在吃到这个觉得好满足。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哎，放甜头真的是放甜头哦。跟你讲，辛苦，到了那边随便都很轻松。蜂蜜柠檬，消散了。我自己调是因为他厉害，还是我很会调？超好喝，应该是他厉害，超好喝。好来，板子来，欧林哥，哎，富哥，下一站去哪里？都可以啊，看你啊。我们刚吃完东西了，还是直接去做点？我觉得反其道而行来一下，你不要三颗星的。三颗星。对啦。花艺啊，来去花艺试看一下。对，轻松一下，轻松一下，轻松一下，好不好？吃饱消化一下，做一些静态的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就花艺了，来吃吃。OK， 继续吃，继续吃，继续吃。吃饱了去赏花，哎，这个好。
就是那个绣球花那边呢，其实它有一个地方那个坡度是蛮陡的，所以除了呢要小心注意安全之外呢，就你的体力也不要一下就爆掉了。你跟谁去的？大伟哥。跟谁去？因为你那时候戏约不断。哦，可以我吧？奇怪，我怎么会？他帮你代班嘛。啊、对，那时候我在拍戏了，拍戏。那戏太多了。这坏东西怎么可以自己跟？对啊，我跟别的野男人出去鬼混。好了，我们好好剪一下了。要给大家看到这个绣球花完美的一面，分头进行了，好，分头进行了。老板，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成果，是，我们剪的这些枯掉的绣球花，不简单的一份工作，真的。哎，这怎么那么热闹啊？哎，很多人，好多人来这里。他们上次是来这里拍啊？来这边拍。插花，拍插花、啊，太奇怪了吧。这花艺师是哎，馆主，哎，哦哦哦，哇，绣又高用哎，绣球花，哦，超漂亮。哎，这满山满谷的，哎，你捡的哦。对，啊，这里为什么会种这么多绣球花？哎，这我们就是早期是生产用的花艺，对，哦，然后现在改作为观光使用。观光 ，OK， 满坑满谷的。哎，问一下，上次那个汉典来了之后做了什么？他们只有做绣花而已，他们只做绣花，你看，难怪它是难度三颗星呐。对啊，绣花那我们也就比照就好了。那我们这次就浇花嘛，对，浇花嘛，浇花嘛，好不好？没有那么轻松。哎，为什么？我们就没有那么轻松。为什么到我们变难了？因为你们体格比较好啊。所以你说他们体格比较烂就对了。你根本没有这样，弱不禁风，没有这样讲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帮什么嘛？对啊，有什么什么活可以干？来施肥。哦，压肥料嘛，差不多啦，压肥料，撒一撒而已啊，还好吧。我们先去搬肥料。哦，搬肥料，走，来去。用这台啊、喔。对。好，我会。OK 啊，来小心喽 ，Go， 出发。哦。掌声。来，这个直接不行吗？到。哦，也是加档呢。这站班加当呢，好，来帮忙一下。哎、欸，这怎么弄？转高压呢？这转高压呢？哎、欸，不是啦，我怕里面会不会有蛇啊？唔知啊嘞，还讲哦，还是有哦。对啊，这个季节哦，春暖花开。不会，不是，我以为小小包40公斤。40。天哪、啊，你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富哥，没事，来啦，富哥。我 OK， 我没事，我在这边可以。我们先搬个两包。好，两包可以了。两两互助就好了，两互助啦。一、二、三，跟着我。哎呦，先夹，等起，蛋头前。一二三，啊，过来嘞！啊，包蛋，你放这安全吗？安全啊，系啊。一二三，行，嘿，出，哎。笑，哎，哎，加够卢修会臭豆腐丝花冻，哎呦，这里没物件呢。我们这些施肥要施哪边？对啊，那台。这怎么施？这边，这边哦。对，好，我们后面那排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怎么做？我来帮你施肥。哎，它是土的哎。哎，对，就是让它开花的。哎，让它保持营养成分够。哦，啊，怎么就用手？这边那里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只要这样。哎，规工回来，看到没有？不是，不行，哦，现在去花全毁了。哦，要这样，要这样，不然要怎么弄？有点洒到那个绣球花上面。你以为你在喂鱼是不是？对，有点像喂鱼的感觉了。来，怎么用？以这一刻来说，嘿，这个绝对不能滴到上面，不能碰到花，这样它碰到叶子它就烂掉了。这样，你一定要放在里面。懂了啦，放低啊，对，要放低。好，来，我来。哎，刚才真的觉得在喂鱼，因为它看起来一颗一颗的，本来想说你剥开来。它可以喂鱼的，结果不是，就撒根部就好了。我问你，那里面一点的地方怎么办？我们人要走到里面，人要走进去。对，我那几批，还要计划吗？别给破坏掉吗？对啊，根本比较好。横着走，对啊。横着走，很凶哦。对，横着走。真的可以进去你？真的可以进去？你确定？可以弄坏你的花、啊，不会，你看像这样子，手稍微拨一下就可以走进来。那花不会掉、啊？不会。
哎，我觉得你走那条路好像比较好走。我站在里面的视野还不错呢。你帮我拍一张，我帮你拍一张相。啊，用这个肥料它会长得比较漂亮哟。对，比较会开花。啊，没有用它就不开哦。它比较瘦。就素颜哦，你这刘海，不要再调戏老板了。阿金妈来了，我们刚牙不牙后，阿金妈该做啥？我们现在做修剪。修剪什么？我们要修剪花。它有些花可能会受到阳光的损坏，然后会枯萎，我们要把它修剪掉。我不剪它会坏掉？它就烂掉了。没水啊。我剪掉它反而会长新的，是这样吗？因为它会从旁边侧芽再长上来。你这样好难想象哦。你示范起来好不好？这边有吗？有。有没有要修的？哪一个？我们看到这一个区块，是不是这一朵看起来就特别突兀了？Linky 啊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从它这个点，直接把它剪掉就好。整朵整颗不要、这样剪掉要丢去哪里？你就养分回归，大自然变养分哦。剪这么长一截哦。稍微剪开而已，那它会再长是不是？对，它旁边的芽点它还会再长。长出来就类似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它最后变成一颗球。对。好了，我们来帮忙剪了，剪刀发一下。虽然它藏在下面，对不对？整个都已经不好看了。你看，都变这样子，这个就让它变成肥料了。好，我往里面走吧。其实这个在这里蛮多的，都不好看。你看，这是嫩的。然后这是刚开花的，然后这个是已经不行，把它剪掉。是不是？哦，这里好多哦，你看我把它修一修好了，都修一修了，这个，那都扔掉了，影响美观。有了，哎呦，烂掉了，没有，烂掉就不要了。这个其实也烂掉了嘞，这里的都蛮丑的呢，我觉得这边好像都可以剪掉嘞。这一根，这里，哇呀，杂乱的都剪掉哦。你看我如果剪到这边哦，好，你看好像我如果剪这一根，它就有一根凸在这边，不漂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把它剪下面这个，剪这边，这样。这样就好看一点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一颗，我又看到一颗。其实我本来要剪它旁边那一颗，错吧？它上面那个剪下来了。哦天哪！还有哪里？这个吧，这不太行吧？剪掉。然后这样。可以吧？我们做事的怎么讲？我们的手工行不行？卡溜了不？可以。比上次来的那一组好很多。都很好，都很好。你搞工会做人，会做人，搞工会，搞工会。呵，我请你们吃一下我们在地的比较有名的石花冻。刚刚辉哥才在讲说啊，剪花种花，该不会叫我们吃花了吧？来了，真的是吃花，真的是花，真的花，石花冻。石花冻，对。哎呦，酒灰什么意思？就是石花的意思。酒灰它是在海里面，是海里面的啦。对，它是季节性的东西，海菜类吧？对，爱拍鬼。对，爱拍鬼的那孔。有点像洋菜冻那样子。不错。就很像果冻啊。舒服。来，布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下一关去哪里，好不好？下一关，你觉得我们去哪里比较好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做过了什么哈？温度啊，可以。我们这边这个啦。好，然后就再来你的花艺师了。当然是去这啦，先来坐禅哦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们都来到金山了，
等一下去做体力活。对，我们要不要去金山老街逛一下？很有名的地方。你看，外景十足就是不一样。也不用、嗯、来，我们来去。哎，金山老街里有很多好吃。我跟你讲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啊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是有你在真好。再一会儿我就要去花田里面拍照。慢拿、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老板，谢谢你哦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再见了，下次再来这边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张姐，张姐，拜拜，拜拜。多花海，这里很漂亮，可以来。够漂亮。小姐，我不想再看了。我想看到你，我想要看到你。我也有。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。哦，要哭啦！哎呦，看到你要高兴。就是现在啊，脱光就站在这里。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？假设我有媳妇的话，我是 OK 的。小姐不息地二十四小时不断线，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，搜寻东森娱乐台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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